接下来第六题，他这个题目呢，问他说解是什么？好，那这个加一指数加一其实就是乘，所以是四的一次乘以四的 x 次。好，那这个加二呢，就是也是乘，好，就是它二的 x 次乘上二的二平方。好，所以这个整个式子就可以变成这样。那四往上写，那这个四呢又写成二的平方，好，括号 x。那这个五乘以四，五是二十，就照写。好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通通除以四，这除以四就变一，这除以四五，这除以四变四。那这个呢，显然它变成二的二 x 次。那二的二 x 次也可以写成二 x 的平方次，因为这也是要乘起来，乘起来也是二 x， 所以这个跟这个是相同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它是等于它，再把它写成这样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两个可以对调啊，因为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两个相乘，这两个相乘。这两个相乘其实对调也没有关系啊，可以交换。好，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，变成这个样子，这好像一个 y，y 平方减五 y 加四，那你就可以用十字交乘 ，y 减一 ，y 减四，那这样刚好减四减一，刚好减五个 y， 然后后面乘起来加四，好，那这两个乘起来就是这个。好，所以它可以写成这个乘上二的 x 减上四，好，这个等于零。好，那既然是两个相乘等于零，当然就是这个等于零或这个等于零。那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，二的 x 次方减一要等于零，那就等于一。那一可以写成二的零次方，所以这个时候 x 就等于一，二一样，所以上面要相等，或者这个要等于二的 x 次方减四等于零，就是等于四啦。那四可以写成二的平方，二一样，所以 x 要等于二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答案呢，就是 x 等于零或者二，那有没有问题？